那最重要的是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会场呢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今天呢我们的 Vancouver Hotel 呢也是范克雅宝想带给大家我们的幸运宫殿顶级珠宝系列的展览呢，除了静态之外当然也有动态的部分，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其实在整个系列当中呢，我们以幸运为作为主题，当然这次的幸运呢它包含了日月天地之间，当然有我们的七海之上所有的幸运传说，而且呢它也在诠释，也就是跟大家传述的，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精致珠宝的故事，当然在我们的工艺以及我们的创意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主题当中也有三大非常重要的一个theme，当然有我们的幸运之星、幸运自然还有幸运的传说。所以呢，透过这三个主题，待会儿呢在我们的动态秀当中，您可以看到珠宝透过它的创意，珠宝透过它的工艺，珠宝呢透过它的律动，带给你这个幸运的传奇故事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 model 的动态秀。